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穿香芋紫棉服配白毛衣，气质软萌，少女感十足，精致又不失随性范儿。人气的提升也就代表了资源的倾斜，因此园冰妍的行程排得满满的。而日常上班都在飞来飞去的她，因为机场私服舒适不作妖。 还成为我们日常借鉴的范本。作为新晋时尚女神，这次为大家汇总的袁冰妍的秋冬穿搭，应该能够为你提升很多的穿搭灵感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袁冰妍的最新机场 look。这一次，她选择了一件香芋紫色的棉服，优雅浪漫的颜色与 oversize 风的版型碰撞，上身精致又不失随性范儿。而内搭一件白色的毛衣，上身凸显出她软糯甜美的气质。 不仅穿出温暖十足的 look，看上去还少女感满满。冬季搭配最令人烦恼的穿衣问题，无疑是如何穿的保暖还显瘦。而袁冰妍这次的搭配，棉服加修身小黑裤的搭配，展现出她纤细修长的腿部曲线，上身又瘦又美。当然，袁冰妍脚踩的马丁靴与裤装选择顺色的穿法，上身显腿长还提气质。 不过最小心机的还是她不系鞋带的做法，松松垮垮的靴筒与收紧的小脚裤对比明显，更衬托的小腿纤细，上身显瘦的同时还不失个性随性感。袁冰妍一直都是一个擅长搭配的女明星，她选择的服装或许并不时尚，但是却总能搭配出气质满分的 look。这次的机场搭配，袁冰妍选择了冬季比较常见的基础款的单品。 但是却因为她利用同风格、同色系的搭配方式，穿出套装风的 feel，上身高挑又不失气场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袁冰妍很喜欢宽松舒适的单品，因此搭配出的造型，身材普通女孩也能轻松驾驭。这次的搭配，她就选择了一件不挑身材的阔腿裤，搭配同样宽松的棉外套，上身就穿出了休闲随性范儿。 当然，同样宽松的两件单品组合在一起容易显胖。为了避免这一点，我们可以选择同色系或者高腰线的穿法来穿出高挑的身材。袁冰妍不仅能够将基础款穿得很时尚，也能驾驭得了各种风格的服饰。设计个性新颖的单品也能被她穿出舒适又时髦的魅力。这次的搭配，袁冰妍选择的格子阔腿裤、漫画描边羽绒服、可爱风动物外套。 时尚又不失风格，而她选择搭配黑色简约风的单品，搭配不易出错，还非常的抢眼，想不吸睛都难。袁冰妍不愧是穿衣高手，能够为造型加分的配饰，每次都能搭配的恰到好处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组机场 look，修饰脸型又能彰显个性的帽子，选择了与外套颜色相近的款式，上身给人一种尽心搭配之感，轻松就提升了她的衣品。 简约大气的黑白配，无论任何时候穿都不会过时。不过，想要不费力就将简单的颜色穿得个性有时髦，我们可以选择撞色的单品或者具有辨识度的面料。袁冰妍这次利用冬季最热门的羊羔毛,毛或者反光皮元素，就穿出了很潮的造型。当然，黑色为主的搭配清冷又高级，上身轻松演绎酷女孩魅力。